我觉得啦，嗯，啊，这个发型来讲不要太黑。你今天的头发跟发型，你自己的发型，你还可以纠正他的发型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吹好。哎，我觉得你刚才好像那个发型设计师。各位长官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凡。嗯，我的身高是170公分，体重是48公斤，三围是32、24、34。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大业大学。你现在是要我自己看你？大业大，我忘记讲。哦，大业大学国际企业管理，就是企管系，对不对？希望在贸易公司做业务，希望在百万年薪，有可能哦。业务就是百万年薪。往前面再，公司送给你好不好？百万年薪，百万年薪嘞，做过贸易，对，百万年薪难不难达到？不难，不难。如果你的业务做得很好，其实是很容易达到。就像你们讲这种就是贸易公司做业务来讲，这样外形应该会吃香吧？会。对不对？尤其碰到一些猪哥型老板的时候，是是，对，但是要守得住。为什么要讲守得住？因为很多的一些男老板很色，是你如果轻易的放掉了原来那个原则的话，其实你会完全溃体。而且，然后男老板有一个最坏的习惯，假货倒修补。不下会传会传，难怪那么多常常报销。你那条线没有守住，你就要改行了。对，你知道吗？那今天为什么选择穿这样的一个服饰？想说业务之旅就是新鲜人，想说就穿像业务点，但又不要太严肃。所以就配一个亮色一点，比较活泼一点。不错。请问你想跟着哪一位大哥？我想跟着少熙哥学习。他在讲话，你问他怎么样？为什么会想要跟少熙？之前我想当车行的业务，因为我觉得卖什么要像像什么，因为像车子有车子的，像车子流线型，流线型。像我觉得我很像悍马，因为高，只是车头灯不够大。那就是小汉嘛，对。OK， 那请问一下少熙，你跟着少熙，你觉得少熙会给你怎么样一个帮助呢？我觉得少熙哥因为接触蛮多面向的，那是，所以他可以教我蛮多不同的东西，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方。是，我跟你少熙厉害，少熙走私都做，你知道吗？走私。开玩笑是 OK， 所以你觉得少熙哥他很多面向，所以说在你人生经历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。对，以你目前讲话到现在为止的态度，我觉得你很适合跟着少熙。少熙他事先有准备好了，我觉得他接下来面试其实是有准备的。他也有在他的不管是在外形上面，他的服装其实他是有用心。所以这样子的人来面试，你会给他机会的，分数很高。是是是，他在外在上面他已经其实已经去。已经去了解，已经找到真正要的一个感觉。分数很高，第一次让人家记忆很深刻，让人家惊艳哦，非常。那你还有什么特殊条件别人看不到？我觉得我男超好用，一人身兼多职。因为像我之前在服饰店担任店长，然后我就跟老板娘去批货、进货、定价钱、烫衣服、拍衣服，一手包办全部。对，整个流程都很清楚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对，你敢应征服饰店才对啊。对啊。服饰店因为已经卖了6年了，已经做过，想转换跑道，想转换跑道试试看。这个条件不得了，他各行各业都没有问题。年薪百万绝对没有问题。等一下，是哪里黏人的啊？我觉得一个店长来，自己的店长来应征。那如果请问一下，他如果跟着你年薪百万，是不是很难达成？我觉得不需要怀疑，是很难达成。你的回答方法很像政府官员，模棱两可的。好，是可以。那如果老板跟你意见不合，怎么办？我会跟他慢慢沟通。小弟，我跟他妈妈沟通。慢慢沟通。慢慢沟通。我妈在泰国，不希望他倚老卖老。哦，不希望他。因为毕竟是我在接触客人。哎，是是。对啊。那我给你一个小小建议，好不好？其实你已经够高了，你根本不需要穿这么高的鞋。真的，说实话，高来讲的话，因为不是每一个老板都这么高。对对对对，也有卖车的是我这个身材的。对啊，对，就有时候会他这样看你，这样看你，这样我们看不一样嘛。你看，你看，
你看他怎么应征，他不用应征了嘛，对不对？不好会有一点压力，所以在这时候你要知道说，哎，大概稍微自己稍微不要穿那么高的鞋子，尤其第一次。好的。对。那第二次就可以了，谢谢。也不需要了，有些业务基本上天天要走动，很繁忙。而且，如果说客人不方便，尤其是客人啊，对，客人来看我、哦、这么高，他可能就有压力了，害羞，不够亲切，是害羞了、哦、那还有什么样的意见要给他？我觉得啦，嗯，啊、哦，这个发型来讲，不要太黑。你今天的头发，你的你自己的发型，你还可以纠正他的发型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吹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刚才好像那个发型设计师哎。对，哇，港仔，港仔，港仔那一种。对，你讲广东话了。对，还有一个说，你刚刚来的时候是谁帮你化妆的？我想请教一下。自己。嗯，自己化的。嗯，对吗？如果是说你在现场是由我们化妆化的话，你知道那化妆师叫什么名字吗？化妆。化妆叫怡华，帮他化叫安琪、嗯，这就是观察。处处都要去流程，马上就刁人家，刁马来叫什么名字啊？对，什么这就是业务，业务本来基本的条件就是这样，要主动出击，要注意小细节。那那少对少，请问，你知道现在目前我们这样讲，已经来那么久了，大概也30分钟到了。哎，你知道屈哥穿的牌子球鞋是什么牌子吗？我操，我这个我今天跟他在一起一天，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好杂牌。破马牌，但我刚刚有注意到屈哥很细心的拿个小瓶子去浇水。哦啊，那是我泡的茶叶。观察能力很重要，尤其是做业务，没错，哦，这个可能会让你将来这个啊前途无量。嗯、喂，国贤哥，哎，我是熊啦。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就是因为上一次我们那个玩很大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要帮我算牌吗？就算塔罗牌。哦、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心情有点不好。绿豆是谁？没有，我没有跟他在一起啦。哦，没有，我就想说，先关掉。你这个，我这个白痴，挂了电话，吓到了。你们在一起啊？